清心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要时时洁净我们的心，这样才能使灵也得着清洁，得着透彻。当我们主耶稣从他众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的神与父面前得以坚固。
从这样的光景中被分别出来，我们的身体必须是蒙保守的。那这个是他保罗给我们的境界嘛？那我们要如何境界淫乱呢？其实这淫乱就是来自我们所接触到的事物，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图片，听到一些什么影片啊等等，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会被带到那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告诉我们，我们不应当看，也不应当听不解的事物。第二个是我们不能跟随魂而生活，而魂都有我们属魂的享乐跟喜好。当我们的身
后的生命足迹，就盼望我们在这最后面，我们可以将我们铁钱生命读经的一些重点、一些重要的经文，还有他其负担，能够来讲给弟兄姊妹听。阿门。好。首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的部分，我们著者是保罗、希拉还有提摩太。并且受者是铁撒罗尼迦召会，实际上他们受浸可能还不到一年，是非常年幼的召会。而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的主题呢，是说到为着召会生活的圣别生活，侍奉活神，圣别为人，并等候主来。所以这个重点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必须要率先的被圣别。我们是蒙神拣选的人，透过圣别的生活，就来侍奉这位活神，能够圣别为人，并且还有个最后一个点很重要，要等候主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认识到开始讲到，使徒们讲到这个在生活为人上面，在教会生活的结构，就需要有信心的。要工作，爱心的劳苦，还有盼望的忍耐。再第二个是讲到起源，他们乃是一群蒙神拣选，为着成就他心愿的弟兄姊妹们。当使徒们遇到患难来到铁撒罗尼迦人中间的时候，就借着他们的行为，还有他们的说话，在那边的行事为人，将这个福音传给铁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就借着这样的行事为人，能够使人来相信真的有神，并且在那里的教会铁撒罗尼迦人，他们也是效法使徒，当使徒怎样行事为人，他们就如何的行事为人，借由他们的行事为人来传扬基督。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是如何，跟我们传福音有极大的关系。接着讲到其抚育，保罗说到我们要像乳养的母亲以及劝导的父亲，能够借着爱来关心我们属灵的孩子，能够以身作则，能够到人那里做人的榜样。这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接着我们继续进到后面的部分，当这个铁撒罗尼迦人遇到患难的时候，在铁前的3:4，那边使徒又说到，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将会受患难，这是果然发生了。就是因为当我们相信这位主的时候，势必会经过一些苦难。当使徒们到铁撒罗尼迦人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当铁撒罗尼迦人相信了这位神的时候，事实上他也知道会有患难临到他们。在这边呢，使徒们就是借着信和爱的鼓励，还有以盼望为鼓励这些铁撒罗尼迦人能够坚定的站住。在3:5这边就说到，要你们知道你的信心如何，恐怕试诱者试诱了你们，要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事实上，当我们在牧养小羊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刚得救的小羊很容易的可能就离开了呢？可能因为同学一句话，可能朋友的一句话，父母的一句话，使他们受了试诱，他们的信心的不足就离开了。今天我们应该要像使徒一样，能够借着信而爱鼓励我们的小羊福音朋友，并且在3:3这边说到，保持你们的心，当我们主耶稣同正正徒来临的时候，在我们的神与父面前得以坚固，在圣别上无可指摘。这指明说，今天使徒们不只是给那班弟兄姊妹一个盼望、一个鼓励而已，他乃是在使徒们看见今天主要回来，主乃是他们的盼望，他们在盼望中能够忍耐等候主的回来，并且接着在
在行事为人上，使徒们也有一些的劝勉，分别是对圣别的淫乱、弟兄的相爱，还有得体的行事。在四章五节那边就说到，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也不要在这世上怨愤占他弟兄的便宜，因为关于这一切的事，主必报应。就如我们先前告诉过你们，又郑重见证过的，今天使徒们提醒我们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乃是神的器皿，要来盛装这位神，来彰显这位神。你也告诉我们，不要在这件事上怨愤。事实上，我们要如何不在这件事上怨愤呢？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许多的邪情私欲，但是这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效法禁欲主义，这还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享受主？那我们越享受主，我们就越活在灵里，就不会去管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想法，因为我们是在灵中的人，是能够胜过一切的邪情私欲。这在四章的九节这边说到，关于弟兄相爱，叫我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导，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得救重生的人，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们是不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相爱呢？我们还是在神的家里面共有一位父，叫我们在这神的引导里面彼此的相爱。你也在四章的十一节又说到，要立定志向，做安静的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许多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要张扬自己，或者是探听一些消息，但是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得体的形式，是要我们做一个安静的人，能够不宣扬，能够办自己的事，将所交代的事做好，并且是亲自做工。这乃是我们基督徒的应该有的形式为人。接着我们看到使徒们也给铁砂罗家人有盼望，第二是为了死了的信徒，第二是为着活着还存留的信徒。在四章十四节里面就说到，神也必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睡着的人与他一同带来。事实上，这睡着的人呢，是指的已死的人，并且在四章的十七节呢，就说到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须同时与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常常和主同在。这边说到这里，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事实上他是指在大灾难时期，那时候有一班得胜者已经被提了，那剩下来的这些人呢，就是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所谓的大体信徒。他们在那边呢，要受到基督的审判台面前受审判，有些得着奖励，有些得着可能有些亏损，但他们都要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因为他们还是相信神的人。在这边我做一点补充，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三个审判，一个是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审判，再是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还有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刚讲到大体的信徒呢，就是指着基督的审判台前的审判，这要发生在主再来的时候。而受审者呢，是所有的信徒，这包括呢活着的与死的，也包括这个得胜者。当得胜者的确是被提了，但是他们也一样会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但他们是一定会通过的。对，那这根据的是根据信徒的行为还有工作，有人要得奖赏，有人要受亏损，但是这些人都是会得救的人。而在基督荣耀宝座的审判呢，就是只要审判在主降临的时候，要审判那时活着的世人，审判那些在大灾难时期是否有善待或恶待信徒的人，就把他们分为
公山羊跟绵羊，在这边呢，善待基督徒的人要进入永生，但这一次的永生跟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得主的永生不一样，我们乃是进入永远的生命，得主永远的生命，但他们只是进入属地一个永远生命的范围里面而已，并且二代基督徒的人要受刑罚进入永刑，最后在白色大宝座上面所有不是死了的不信者都要被复活，要重新被受审，然后被扔在火炉里面。好，这是补充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第七个，讲到警醒还有谨守。这边呢，使徒呢，在我们看见主要回来的讯息，这时候就提醒了这些刚出信的帖撒罗尼迦人，这些就主的日子如来临如贼。并且要借着信爱望的保障，在五章一节这边说到弟兄们关于时期的与时候与时期不用写信给你们，这意思是什么？其实就连使徒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就关于这个时候跟时期就不用写信给他们，因为主来的日子如同贼一样，我们今天都必须要做警醒的人，在时刻上都能够与主有交通，不断的讲说主的话，在主的话上劳苦。也在五章的八节呢，这边说到我们既是属白昼，就当谨慎自守，穿上信和爱的胸甲，并戴上救恩之望的头盔。实际上从我们自己来看，我是无法做到谨守，无法做到脱离这些黑暗时代的诱惑，但是我们必须要穿上信而害的胸甲，并戴上救恩之望的头盔。这边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四节，这边有讲到胸甲，那这边说到的胸甲是穿上义的胸甲，那信和爱的胸甲跟义的胸甲这边差在哪里呢？为什么这边一个会讲到义，另外一个想到信和爱？事实上信和爱的胸甲呢，就说到他们所要保护的是我们的心还有灵，叫我们能够不受仇敌的攻击，而义的胸甲呢，叫我们能够与神成就了和平，使我们的良心没有破口漏洞。事实上我们的良心呢，也包含在我们的灵里面，就是我们的良心直觉交通，所以事实上这胸甲呢，就是来保护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灵，并且我们要戴上救恩之望的头盔，当有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有个盼望，还是主的回来，不管外面的情形如何，我们都要看见主要回来了，能够牧养人。接着在第八点的部分，讲到齐合作，分成两面，一个是信徒的合作，另外一个是神的工作。在五章的十四节这边，使徒劝勉他们要劝诫不遵守规矩的人，抚慰灰心的人，还有扶持软弱的人。在这边我们看见，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会软弱，会很灰心，可能不小心受到绊跌，或者是他们可能是搅浑的人，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容易受打伤。但今天我们都要恒忍，都要以爱心来对待他们，不可以恶报恶。再来是我们在信徒方面的合作，常常竭力追求良善。在神一方面呢，五章的二十三节就是刚很多弟兄姊妹都摸索，并且也有提到的，我们再宣读一次：且愿和平的神亲自全然圣别你们，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得以完全无可指摘。在这边呢，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会着重的是什么？会着重的是人分成三个部分：灵与魂与身子。
们大部分都看见这个事实，但是我在读生命读经的时候，非常宝贝。今天不只是强调人有三部分，既然说到要得蒙保守，天神的工作呢，在我们身上正在发动运行，它要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既然是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让我们能够在行事为人上主动与他配合，作为神在地上的彰显。最后有一个负担，想跟弟兄姊妹交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在我服侍弟兄姊妹们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是，就我们行事为人，是否在神面前是圣别的？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心是如何？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积极进取的心？这边讲到圣别的生活是要侍奉活神。圣别为人，并等候主来。我们在传福音、在牧养人的时候，就我们的应该要有一种迫切、积极进取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地上呢，没有什么我们所爱慕的。我们要等候主回来呢，我们光只是立定要牧养几个人，要带几个人得救，这还不够。我们要有一个看见。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因为主在地上需要有一班得胜者能够迎接主的回来。那我就交通到这边，帮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是不只是看见我们要牧养人，要侍奉，要传福音而已。我们要有一个积极进取的灵，今天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迎接主的回来。Going to the topic 11, Silent of Faith. Amen.
together with Christ. Christ has become our new life. Amen. We are a new man. We have a new beginning. And we can adopt a new way of living. Amen. For this are accomplished a work of God in Christ. Amen. Man can do nothing here. All he can do is believe and accept. Amen. John 3:16 tells us that God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o man. And 1:12 says,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him, to let him get the authority to become children of God. Amen. And those who believe into his name. Amen. How do we obtain this life? It is very simple. God gave and we receive. This is all. Just receive and accept without doubt of fear what God has given. Amen. The simpler we are, the better. After Christ comes into us to be our life, there will be a marked change in every way. Amen. There ar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other Christians who, since their acceptance of Christ, Amen. Testify to this marvelous change. Amen. Which is the ancient thing. Which is ancient thing and now by disappear and modification and this wonderful Amen. Our life of Christ Amen. Working in us. Amen. Amen.到各组，第一组是在这边 A103，第二组是到 A1。